是谁？什么意思？ 拜可以了。是谁叫你来出家？是迦南大师叫我出家的。一点主见也没有，难道你没有自发性吗？ 再说一次，是我自己要出家的。哎呦，一点点不懂得尊师重道，自作主张。再说一次，看你个性单纯，稍有善根，我就收你为徒吧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那你又为何来出家？ 你又不是哑巴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任何答案都不能说明我求佛之心，不如不说。好，既然你有求佛之心，那你就先去盖一间稳固的自修寺，以表心迹。 昨天晚上不回家，你也不怕？是他叫我去的，他就放心了。你敢勾引我老婆？你敢？谁勾引你老婆？敢勾引我呀？你别过来啊！哎呀，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敢勾引我老婆？你啊！别跑你！ 哎哎！你看到吗？
或许你已活无言，还是放弃吧。以后不用送饭给他。 盖好了，为什么把它拆了？弟子愚昧，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盖好自修室。这样算盖好了？说盖好了是不对，应该是找到才对。佛道修行在心中。嗯，随我来。第一刀，断除一切烦恼。 第二刀，四修一切善法；第三刀，愿度一切众生。现赐你法号达摩。记住，我死后67年，你才可以去正道，不要操之过急。 受人民供奉，只会钻研佛理，什么是佛，居然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。哎，特好，特好，特好，全是迷信，盲目崇拜，全部还俗，不得再返佛门。是，全都赶出佛门。不要打！ 你凌空而至，动作如飞，究竟是正是邪？君王若能辨别正邪，便不会排斥佛法。看你似是能言善辩，我虽不懂太多，却可解你心中疑惑：什么是佛？见性是佛？性在何处？性在作用。若作用是何处出现？若现于世，当有其八。何谓其八？ 在胎为身，处世为人，在饮若见，在彼变相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足，在足奔行，片见时却如微尘讯息。使者知是佛，不知者唤作惊魂。君王可有所领悟？若未有，啊！贫僧愿死于君王面前。 你果然深懂佛理，你的师父是谁？就是你的三叔，菩提达摩。我三叔？他还没有死吗？一剑王，待我收拾行装。好的，三叔，你真的决定要去震旦传法？
我要去挑选一名衣钵弟子，让禅宗佛法在震旦发扬光大。三叔这样的高龄，对于山海阻隔、万里迢迢的旅程，太辛苦了吧？可以不去吗？这是天命。那么，就让侄儿效劳，通知震旦的佛寺接待三叔吧。一切随缘。达摩祖师东渡中国，经过三年航程，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在南海登陆。当时中国正值南北朝时代，战乱频频，民不聊生。达摩祖师除了弘扬佛法、普度众生之外，还要找出他的衣钵传人。